妙妙的话，感觉还蛮厚实的。诶，侧锋变中锋，短短的，逆上去，撇上去，逆上去，很厚实，勾起来，撇过来，带过来，连带过来，用力的抹下去，哦，要送到底，哦，不要虚掉了。沿直画，密字部靠很紧，留一点小缝缝，靠很紧，留一点小缝缝就好了。送出去很长，带回来，咻，刷下去，点，刷下去变粗的，勾起来，点点，滑上去，写下碰到的，滑过来，再留回来碰到的，再。拉出去，送出长长的，那中间非常紧密。其实严格讲来，碰到，很多地方都碰到，有行书的概念。翼，直画，抹上去厚的，轻轻下来变瘦的，吊上去以后兜一下，撇下来，然后这个是往旁边撇，撇的回地是要兜回来，然后这边开始圆转，兜上去。第一个不出风，调回来；第二个才出风。翼，东东的短横啊，东用力变瘦，兜拢中间的行楷意思写出来。到最后它是圆转上去的，这里稍微歪曲，再勾起来，然后它撇未必出风，我感觉兜回来的感觉。那不是很完整，就是一个顺畅的感觉而已。记，哇，这个记的左腹的腹，未免太过厚实了，哇，那再来是轻盈的，圆劲的点，注意间隙。靠近，不要离太远。这个点要稍微拉开一点，好，免得闷住了。重的、轻的，那轻的以后回来。哎呀，这个小小很可爱的过，扭转点，这个点压下来平衡。支支点，用力带起来，撇下来，滑动。哎呀，这边的流动不要停哈，在摆动过程中不要停，可能有时候出力，有时候放松，但是不要停，停了就会迟滞。明明的第一笔是停住的，刷回来，第二笔是刷送出，停。哦，那这个刷的感觉在赵孟頫里面经常出现哦，尤其越年轻的时候越有明。深啊，深这三个点点的有点距离，有点远啊。一般呢很少点这么远。好，这个深是滑的直下来，跳上去，撇过来，然后又来一个，这比较圆转，带动过来。这边伸得很长，拉长啊，然后逆上去，这边是支架、支轴勾起来，点高一点，带起来，右边点稍微低一点，保持平衡，深。油的话，先写中间这里，先扭转一下。呜，记得这里要带起来，带起来是为了要写这个长横，左边长，右边短，这个饱满的，然后再来一个圆劲的，比较长，勾上去，勾上去再配合上点带动点，好，油。